买了梦龙迷你雪糕的合集，第一个是香草口味，这是覆盆子口味，这是蓝莓口味，这是抹茶口味，这个是最新款的樱花口味，是吗？啊，应该是樱花口味。这几个口味我都吃过，就这一个口味没有吃过。然后咱们先尝尝这个味道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樱花口味冰淇淋好不好吃？嗯。 嗯，打不开呢。请允许我暴力的拆。不对呀，你这个樱花口味里面怎么还有这种包装？这个是啥？抹茶的吗？混合口味的？ 颜值还挺高的，咱们先尝一下啊。这里面是没有果酱的，确实有一股很浓郁的樱花味儿。 还好，不是那么喜欢。我有点好奇，这个里面是什么味道？ 应该没有猜错，看这个皮子应该是抹茶的。嗯。